他树倒了，他们在我前面。 Oh my god, MDO 都没有被人家射欸。 为什么他妈的敌人在这里？ 这T50真的是在发呆。 靠北，我错赛了。 Nice！
Oh! Wow! Amazing, dude! 我要操賽 每一台都要打三发才会死。 靠北，为什么在这？ 我现在去杀另外一台。 这个码头有斜坡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炮举不起来。 我刚刚炮举不起来。 我刚刚仰角不足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炮举不起来。Jesus Christ, man. 不是我跟你说
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开给你们看。我刚刚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觉得那台自走炮会躲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。我觉得他躲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我猜他躲在这里，所以我当下的想法是我进去这边，然后我要从这边打他，或者是从这一边。啊！我那时候停下来是我觉得我可以攻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攻击他啊。然后我没有想到那个码头是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想到这码头是他妈的是血的。从零号线是比较保险，从零号线更容易被抓到。我告诉你，因为我最后我在这边杀这台 M44 的时候有被点亮，所以对方一定会猜我是从这一条这一个半圈来的，他一定会先瞄这里。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是斜的，你仔细看哦。我有先预瞄嘛，我有先把炮管走过去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看到他的时候呢，我想说要瞄，要停下来瞄。这个时候是我的致命伤，因为这个时候我跑出来，我被他亮到了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炮管举不上来，他在这里，我只能瞄到这里而已。然后我往后试试看说，仰角会不会举起来？结果我往后仰角也举不起来。然后呢，我只能刚好，你有没有看我的车身有点翘起来？那个时候开炮，啊！Jesus Christ！ 啊！哈哈哈哈哈 ！Oh no no no！ 经验值是820加453，1273原始经验。1200级，没有特别高欸。对，其实我应该不会平手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会被他干掉。我最后那一炮开出去其实是运气好的，那一炮是运气好的。而且其实我在跟那台 MT25 对战的时候，我应该就要死。我在跟那台 MT25 对战的时候就应该死。我有一发打到他断履带没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我打到那台 MT25 啊，打到那台 MT25 断履带，结果没有伤，我就少一发，我漏死一发。结果我装填好之后，我还有机会可以开他第二枪。啊，我们这每一场都要人家这样 carry， 怎么可能？怎么受得了？400场，我的天！我哪有办法每一场都 carry 啊？看，真是很闷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闷。真的是很闷。87.99。很闷，很闷。